腹ペコだけど料理するのもめんどくさい。ねえ、なんか作って。このまま何もしないで生きていたい。ね。ダメだこりゃ。そんなグデガキさんにはお湯を入れるだけ。とろふわ。ギリギリめんどくさくないチキンラーメン丼ぶり。日清。Hello， 大家好，我是 Tiffany。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支新垣结衣的新广告。我之前问大家最想要看哪一支广告的广告日文解释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贴这支广告给我，然后我一看之后就惊为天人，也太 Q 了吧！天哪！腹ペコだけど料理するのもめんどくさ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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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ペコ呢，那其实就是肚子饿了的意思。那另外一句我们也很常用的叫做お腹すいた。お腹すいた，他们其实是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那腹ペコ呢，大家应该想说，那如果我想要说肚子很饿，要怎么办？腹ペコペコ就讲两次，或者是お腹ペコペコ都可以。那如果要说肚子很饿怎么办？可以说腹ペコペコ，ペコペコ，就是在第一个ペ之后稍微顿一下。那如果你要说超级饿，你就可以说腹ペコペコ，拉超长。料理するのもめんどくさい。めんどくさい这个字呢，相信大家有些人有听过，它其实是麻烦的意思。めんどくさい，めんどくさい，或者是我们也会说めんどい。めんどい，就也是麻烦的意思。このまま何もしないで生きていた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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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ままの意思就是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我现在就是躺在这里，我希望我可以一直保持躺在这里的这个状态。那何もしないで就是什么都不做。那后面为什么会用一个贴形呢？就是保持着这个状态，这个状态一直持续的样子。ね、ダメだこり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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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呢，它其实是一个省略，就是これは、これは省略变成了こりゃ、こりゃ。有没有？应该就是听得出那个就是演化吧，就是これ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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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は。有没有？有没有？就是念快一点就变这样的感觉。好，我知道你们一定不这么觉得，我每次我日文老师这么讲，我都不觉得，它就是这样来的。就是因为 Kudetama 蛋黄哥他就是懒到他连话都不愿意好好讲，所以他就是 Korewa 要练三个字他觉得太累了，所以他都会说 Konya Konya。 你们看蛋黄哥的贴图，他都是这样讲话的。そんなグデガキさんにはお湯を入れるだけ。とろふわ。ギリギリめんどくさくないチキンラーメン丼ぶり。そんなグデガキにはお湯を入れるだけ。ギリギリめんどくさくないチキンラーメン丼ぶり。そんなくでかきにはお湯を入れるだけギリギリめんどくさくないチキンラーメン丼ぶり。そんなくでかき的意思是说，就是面对这样子的くでかき，就是くでかき就是新垣结衣嘛，就是新垣结衣这么懒，然后躺在那边都不想动，那面对这样子的新垣结衣呢，我们就要给他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只需要加热水，刚刚好不麻烦的这个 chicken ramen donburi。那 gili gili 是差一点点，几乎就要的感觉。像比如说，我今天要是冲去上课，然后我是八点要到，然后我7:59咻这样刷进去的时候，就叫做 gili gili。那它是偏 gili gili safe， 不是 gili gili 超过，就是它还是在一个好的正面的意思，就是你有赶上有做到这样子。所以他说 gili gili mendokusakunai 就是刚刚好
不麻烦，就是在麻烦与不麻烦的边界当中，它就是偏向不麻烦这边一个毫米，就是不用刚刚好不麻烦的这个只需要加热水的这个拉面这样子。那在这支广告里面常常会讲到的 Toro Hu啊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 Toro Toro 跟 Hu啊 Hu啊 这两个字的结合，就是Toro Toro 是那个黏黏的浓稠的感觉，就是你因为它这个是加蛋的一个面嘛，所以它的面就是这样子，就是勾勾的这样子，那其实是好吃的意思。我觉得我讲的听起来很难吃，但是 Toro Toro 在日文里面是用来形容很好吃的感觉。那最经典的像是山药啊、山药泥，他们都会说 Toro Toro 这样子。那呼哇呼哇呢是就是松松软软的这个感觉，因为我记得它这个面好像是加两种蛋，一次可以吃到两种蛋的口感。Toro Hu啊，好的，好久不见的广告日文就是这样啦，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那如果你们还有看到其他的广告想要推荐我做成影片的话，记得一定要在下面留言给我。那在这边顺便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大消息，就是我决定在8月19号在东京会办一个小小的想要跟大家聊天的一个活动。那如果你刚好人在东京呢，或者是有空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话，记得要把8月19号空给我，应该会是在下午到晚上这个时段。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会再公布在我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上面，大家记得要来追踪哦。那我的日本留学生活虽然已经快要结束了，但是还是会持续更新我的生活动态在 Instagram 上面。那 Facebook 上面现在有一个就是书评的小连载，有我推荐的日文书跟中文书，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一定要上去看看。我也有我的 Twitter 上面都是日文的动态，如果你想要看我用日文写动态的话，不要错过我的 Twitter 哦。那就这样咯，我们下个礼拜见，我是 Tiffany， 拜拜。